結婚生了個 BB， 咁就湊 BB 啦。咁好多搞笑嘅嘢就喺湊 BB 嗰度發生咯。係啊，你識唔識湊 BB 啊？我就唔識嘅，其實咁好彩我嘅拍檔啱仔佢自己又有個 BB， 所以佢又識得點湊咯。咁以後如果你以後結咗婚之後有 BB 要點好啊？到時識㗎啦，我諗係啊，自然就識㗎啦。所以拍呢條劇最令你印象深刻嘅係咩 ？BB 咯，就好麻煩，好嘈。唔係，好重啊 ，BB。好重啊！幾多公斤啊？幾多磅？都幾大㗎個 BB。一成抱住佢㗎。要啊，隻手臂咧。咪好有 muscle 咯。係啊，起字先真係。好似有博仲咯，幫手係嘛？佢幫手，佢幫手抱咯。幫手抱啦。係啊。所以我們的古靈精探 B 是我們古靈精探的第二個系列，現在我們的水雪台已經在播出了，那我們即將要播出的就是我們的這個盛世人節，盛世人節裡面也是很特別，講下你的角色是一個好慘啊，你命運好慘啊，裡面是啊，但他是一個很賢良淑德的一個夫人，是狄仁傑的夫人，那就為了家庭呢可以犧牲性命的，就是自己走去贏走去死去救回家人咯。所以你覺得呢套劇在新加坡呢，我們跟著來看看有什麼可以特別注意的，看這套劇注意一下我啦其他人不用看吧，看你的盛世人杰很不一样的角色哦，对郭欣宜来讲的话，所以你接下来最希望、最希望接到哪些类型的角色呢？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做一个好一个贼啊，身手不凡的贼。想做贼？系啊。点解啊？唔知道，我未做过呢个咯。可能你天生有啲做贼咁样。觉得好有挑战性。即系觉得好型啊！好型啊！摆一个贼嘅笔啊，都系姿势俾我睇下，要做贼。下一次先，下一次嚟先，因为咧。3月將會做嘅呢、就你做噶啦，係啊，咁就會拍呢套咁嘅角色。佢係演一個女賊的角色哦，大家也很期待，對不對？所以你应该又做过很比较粗鲁的刑警精，然后又要做那个傻大姐，然后又演那么凄凉的角色，到底你真实的个性跟歌星即是边个比较似你？咁多个角色里头刑晶晶比较似，其实系边度似啫？刑晶晶好粗鲁，你熟啲我就会觉得似嘅啦。譬如话你揞我一下，揞你一下，我睇粗鲁啲嘛，我踢咗你落台噶。算啦算啦，所以他就说他自己是像是很像刑警的角色，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像，对不对？是非常的这个温柔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跟着开始玩咬黑，大家观察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属于刑警精那个类型的。继续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哈，他最粗鲁就这样子了哈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请郭欣宜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也欢迎薛佳。